好，哥哥姐姐们好，怎么了？你又跟叔叔阿姨吵架了？我在跟他们说事实，然后他们说我在说假话，满嘴都是假话，弄得我好像是个骗子一样的那种。我都没有，真的，我都跟他们说我的事实。哥哥姐姐们好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没有，我刚刚去看艾古他们拍摄那个电影了。大佩了，你怎么拿我手机直播呢？啊？你怎么拿我手机直播？就是刚刚你放到这里，然后我想着就是今天跟他们分享一下，我要过来拍电影了。那你不会拿你自己的号直播吗？我想拿我的偶像的，因为偶像的那个人多，我那里人少。脑壳疼。哥哥姐姐们好，哎呀，好像有点黑。咦，化妆师，我这个不需要消融吗？对，大漂亮要拍电影，他有个角，好像他跟导演说了，导演给了他一个角色呢。对，然后我要拍个电影，然后我就立马就很开心嘛，然后跟他们分享。结果晚上好，说姐姐们晚上好。难听，有好几个是说话很好的，有某些人他们说就很过分啊，姐姐我跟你说，我说什么他们都说啊我是骗子骗子。那你干嘛拿我手机直播呢？我就给他们分享嘛，来上来。而且这个又不是我的号，这是人家阿姑的号的嘛。怎么了？你又欺负我的 Lucy 了。谁骂我用 Lucy 咬他？你看 Lucy 咬死他。Lucy， 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他们骂我 Lucy， 他们骂我，咬他们，咬死你俩 Lucy， 真的是谁叫你们欺负我的漂亮姐姐，你就跟他们说。阿姑在，他们在拍戏呢，拍戏。晚上好，哥哥姐姐们。好像这边灯有点暗。这边有没有好一点？这里还可以。远离大漂亮是吧？他过几天就要走了，过几天就走了。他说他拍完戏就回去了。我本来也让他快点出去的。阿佳在哪里？我在县城里面，县城里面。昨天本来要回去的，然后后面就下大雨了，下大雨了之后那个路那个石头滚下来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回去。然后我跟大漂亮就跟着他们剧组，就是拍电影的人一起来县城里面了。这里吗？远离大漂亮。好的好的好的，哥哥姐姐。你就跟他说啊，姐姐，远离我，大屁尿他有病毒吗？为什么要远离？你就跟他这样说。奇怪的，滚！你就跟他们说，大屁尿有病毒，还是大屁尿有传染病毒之类的，为什么要远离他？这个路西把我莫名其妙的说远离我，远离我。你不能这样说，好不好？阿佳，远离大漂亮。好的好的，他要留在这里拍电影的话，我就把他扔在这里吧。不带他回去了，但是他现在还欠人家一天的活呢。咋跟大漂亮扯在一起了？我也无语，哥哥姐姐们。好，可以可以，这次我回去的话，我就不带他走了。但是我又怕那个老光棍又来找我，因为大漂亮还欠人家，还要干人家，就是还要欠人家干一天活的。听话，阿佳，远离他。好的，好的，哥哥姐姐。我都不知道，我刚刚下去了一下，然后他就拿着阿姑的手机在这里直播了。这是人家阿姑的手机，又不是我的。让他把活干完是吧？好的，好的。对，让他把活干完之后，就让他出去打工了。Lucy。大漂亮干完一天的活，可以。我没有打你，你要坐过来。好了好了。
你看我的狗狗都不喜欢你，你经常欺负它。好了好了，宝宝，露西。嗯，让他把活干完。好的好的，哥哥姐姐们，大拍拍的什么角色？我不知道，他说等一下让我一个坏女人，然后勾引别人的一个啊，是一个这样子的。对，你他说我演勾引别人的那种，他演一个坏女人就是。演出来吗？怎么可能？是不是我长得太漂亮了，适合那种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他演个坏女人。他们说你虽然人不怎么样，但是五官那些很好，然后就很适合那个角色。看了吗？这个。对。我的妈呀！怎么可以这么说？我可以演个女主角，我是个小仙女，为什么让我演那种？我演不出来那种。我觉得这个角色适合你。是不是就是这样？哎呀，哥哥，哥哥，就是那种，是不是？啊哈，哥哥，你有女朋友吗？那种疯了，大变态，大变态要演这种角色，我觉得这个角色挺适合你的。安吉三，画就美，你就那样子吗？这是他的强项是吧？我也觉得。什么是我的强项呀？大漂亮赖定阿佳了这辈子。嗯，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，我是管不了他的。我过段时间我都要出去打工了，所以要不我带你一起去打工吧。啊，对，拍完戏再说。那换个身你帮我修容。好的，修容没修修个麻烦了。阿佳，你要远离大漂亮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哥哥姐姐们，我会把你们说的话记在心里的。不，没有，我就是脸太大了，远离他。可以，那就让他自己去嘛，让他去找他爸。要听阿古的话。好的好的，哥哥姐姐们，好的。今天因为我们那山上停电了嘛，停水了，然后也停电了，然后就是没有，是停电了不是停水了，然后就是洗不了头，然后今天就阿古就带我和大漂亮去洗了一个头，要不然我都一个星期没有洗头了，因为停电了，然后又下暴雨嘛，天气比较冷，没有吹风机那些的。今天的妆自然好看，是不是？我本来没打算画的，然后那个化妆老师，然后他说给我也简单的画一点，我说好，然后就简单的画了一点。太拖了！你们家哪个红包箱？阿佳，我想要你地址好吗？不，地址就不用了，因为好多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跟我说让我发地址，他们给我寄特产，然后给我寄衣服，这个我心领了，但是我不能要，因为你们赚钱也不容易，毕竟啊，你们年纪也大了，赚钱也不容易，我的话现在还年轻，还可以赚钱，是不是？电影叫什么？现在还没电影名字出来，露西不要吵，他们还没有定。阿佳小心大漂亮。好的，哥哥姐姐们，然后哥哥姐姐们没有加隔空团的加一个隔空团好不好？就这个上方小黄车，没有加粉丝团的加一波粉丝团。冷风吗？哇，还差90个就破5000了。哥哥姐姐们，喜欢阿古的，就这个小黄色这里加一个好不好？你答应，
你答应阿古，不说这些啊，我都过段时间我都要出去打工了，他的话就，我因为我是想着先把那个花椒还有那个核桃出来了之后，我先给你们寄过去，然后我再出去打工。猪脚花椒，猪脚先放到猪脚换了来。傅坤加粉丝团是吧？复婚没有那么简单的。阿姐姐姐是不是？人家复不复活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为什么要逼着他呢？想看阿古的电影是吧？阿古的电影应该快出来了，应该下个月就可以出来了。下个月等核桃熟了，我就给你们寄点核桃。是不是你看我戴着耳环，是不是好看了一倍？你去打工，给大漂亮留个留位置的机会了。啊，这个我不管的嘛，因为毕竟我现在跟阿姑的话也没什么感情了。毕竟离婚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就像兄妹一样的，应该说是姐弟。我也自恋，我没事，我在想，我觉得现在条件不好，所以哥哥姐姐们，给阿古加一个粉丝团好不好？阿古去拍电影了，在楼下，我们的话在酒店。哎，女演员若干是谁呀？为什么？对呀，我也在想。你再给阿古一次机会是吧？你要演那个前台是演的吗？演那个哥哥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我刚不是过去的事情了，哥哥姐姐们。你问一下呀。阿梅嘞？阿梅也在化妆呢。阿梅在化妆。王菲的话。我看的好卡是不是？现在好一点了没有？网络好一点了没有？我连了那个 WiFi。还有那种腿细，然后又护着那样找那种。还是原配好。那时年轻，哎，这个我也做不了主，哥哥姐姐们，这是两个家族的事情了。现在喜欢你的，万一会是你他后悔的，回家好朋友。我跟他就看缘分吧。王菲、阿梅也在，对对。考上工作，还是考上戏上学院吧？都是导演叫过来的。我也是第一次认识阿梅。昨天认识他，然后我觉得他心挺好的，跟我合得来，因为我阿梅挺善良的。阿姑会对你好的，一定会好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什么？他说女主角不要化没有她的戏。化妆师，女主角不要化没有她的戏吗？啊，没有吗？你让我随时准备啊。阿梅可漂亮了，对，阿梅挺漂亮的，阿梅现在在化妆呢。阿梅是女主角，阿古是男主角，王菲是男二号。谢谢谢谢加来的粉丝团，谢谢哥哥姐姐。这里没有加的，加一个粉丝团好不好，哥哥姐姐们。阿美也是个好姑娘是吧？对。你没带衣服吗？那个，他叫什么？啊，你就穿这套吗？你们应该是接下去吧，不一定有。看看阿美，好，阿美，阿美。啊。哥哥姐姐们想看看你。可以啊。来，你过来。来，因为那边信号不好。没化妆都。阿梅挺漂亮的，是不是？看看你。阿梅没有，对她，阿梅还都还没化妆，都这么漂亮了。没有，我眼睛都是肿的，家人们。昨天看那个，就是那个剧本嘛，就背那些词，然后眼睛都肿了，现在都还。你昨天没睡好，是不是？对。
嗯，阿妹确实挺善良的。哪有你善良啊，阿姐姐姐，阿姐姐姐就又会照顾人，然后就跟自己的亲姐姐一样。家人们，你们可能应该都没，你们应该都没有在现实见过是吧？没有没有，我们都是。阿佳今天也很漂亮。对，没有，阿佳是化妆师给你化的是不是？对，我跟阿梅也是昨天才认识的，然后就是很投缘，然后性格也特别合得来。对，我们两个性格都很合得来。嗯，以后我们两个就可以成为朋友了。对，刚好王菲跟阿古也是很要好的，就是兄弟朋友。阿姐也很漂亮。对，嗯，大漂亮今天还化了一个妆呢。大漂亮，对，我也是阿梅的粉丝，你看，哇，好有缘啊，家人们。对，太有缘分了。我觉得我最漂亮。我早就认识阿梅了，是吧？哦，你看哥哥姐姐们早就认识你了，哇！看到大漂亮就来气，气死你哦！大漂亮，我不用不用你大漂亮。晚上好，家人们，晚上啊！我先化妆啊、哦。嗯，好，你先化吧。我们早就认识阿梅了，是吧？哦，我是今天第二天认识，一直关注着阿梅，是吧？对，阿梅你有没有直播过？直播过，我经常直播呢。经常直播啊，嗯，那以后我们两个可以连麦聊天啊。嗯，对，可以。嗯，对。太好了。嗯，以后我跟阿梅连麦聊天。大漂亮太自信了是吧？大漂亮今天还染了一个头发，为了演电影。是不是黑黑的？黑长长的头发，黑黑的眼睛，好想在什么地方经过你，是吧？我现在很适合那首歌。方就是你下面那个呢？那个粉，那个是不是你的？是。嗯，大片了，确实很自信的，但是。你的快，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。他有角色吗？他昨天跟。在学校的时候他跟那个导演不知道说了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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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跟着人家那个导演差不多说了差不多一个小时，人家导演说给他一个角色。大漂亮，你跟导演说什么了才给你角色的？我也没有说什么，导演可能觉得我好看。导演说大漂亮漂亮，所以才让他演的。大漂亮是自恋是吧？嗯，阿梅要订婚了。对，阿梅，你是不是订婚了？我跟王菲，这个月30号就订婚了。哦，这个月30号订婚。过来玩哦，我们一起。可以的。可以吗？来，可以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大给定。自恋狂是吧？真的是吧？对呀。嗯，确实，阿梅，包括阿梅的话，本人更漂亮。走，出去玩，走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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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没事，好了，好了好了，来抱着抱着，好了，不跟他玩了啊。好了，大漂亮一直欺负你是吧？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大漂亮，你怎么一直喜欢欺负 Lucy 呀？好了，不跟他玩。因为他看起来要欠揍，然后我就想欺负他。恭喜阿梅了是吧？谢谢阿梅。哥哥姐姐们说恭喜你。哇，谢谢家人们。嗯，阿佳化妆更漂亮了，我换了一点淡妆，好像有点模糊。那个，他们现在你们现在要拍了是不是？嗯，对。哦，那哥哥姐姐们啊，我就先下播了啊。嗯，因为我要阿梅带我去看那个，他要现在带你去看，他有戏份，他有戏份了。然后他拍电影，然后带上我。阿梅比以前瘦多了是吧？对，阿梅确实挺瘦的，身材很好。那我就先哥哥姐姐们，我就先下播了啊！先哥哥姐姐们，我就先下播了啊！
先下播了，我带阿佳姐姐去排戏那里玩。嗯，对，因为我没有见过嘛，很好奇。可不可以啊？先给你家人说一下啊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，家们都说好。好的，好，谢谢哥哥姐姐们，我明天再给你们直播，好不好？去拍，对，去拍那个微电影。好的好的，哥哥姐姐们，那你们再见啊，再见，拜拜。然后我就去看他们了啊，因为等一下那个电梯是没有信号的。再见，哥哥姐姐们，晚安。再见了。那我先下播了啊，哥哥姐姐们再见，拜拜。